我是肖恩，是一名职业吃鸡高手。快纳雷呀、啊！凌晨五点匹配这个雪地，匹配到十分钟都匹配不到啊！看来这个雪地真的是没有人要玩哦。这么说的话，这一把很大可能大部分都是人给呀、啊，这把要上大分了啊！又是一个上分小技巧，赶紧拿出你们的小笔记记录下来吧。哎，怎么你不要跟我抢东西、啊？你抢到过了没有？来来来，哈哈，亚西拉雷龙非凡，跟我抢东西，你跟一个木乃伊抢东西呀、啊？你在 joking 啊？根据我多年的战斗经验，这一把很大可能都是人机啦，所以呢，我没有说很多，直接去找车了。走了走了，快点！一号，你还在说什么？快点走了！我数三声啊，你快给我上车啊！一、二、二声半。OK 了，我就保护你们到这边而已，剩下的路你们得自己走了。毕竟现在我已经是木乃伊了，不能再跟你们这些平凡人连在一起了。我们身份不同，地位不同，降档次啊，不然也有这1600白花了是吗？喂喂喂，你们三个这么，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。这个人机是我的，你们不要跟我抢啊！我跟他讲，你们以为我想要跟你们一组啊？要不是因为这个大半夜我匹配了10分钟啊，匹配不到啊，我才选择匹配你们这些队友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只是个工具人，可是你们非常的荣幸可以看到我这个木乃伊操作给你们看。哇，干你娘光！你好，发射反杀就是这么牛逼，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刻在基因里面的技术，条件反射。前几个月我才学的歪头杀，现在我已经掌握了传说中的发射反杀身法。这一招，芋头看到都尖叫啊！为什么我的男人这么帅的呢？竟然会发射反杀？女人，你的余生就让我用这个发射反杀来保护你吧。现在的我基本上已经具备了所有高手的象征，木乃伊、趴下来反杀、歪头杀，还差一个无敌战神的段位。可是 God damn it 啊，这个赛季好像要结束了咧，我可不想从白银打上来过啊，会吐血的啊这个 game。 然后咧，我已经走了这么久，讲了这么多话，我还是一个人都没有遇到，我要讲上大分，快点出来，我要杀人。唉，早知道就不要买这个木乃伊了，他们一个个都被我震慑到了，看到木乃伊经过我们赶紧躲起来了。哎，真的是失策了各位。别嘞别别嘞别别嘞别嘞别嘞别卖 ice cream 咯，快点出来咯。嘿，就这么的，哟，闻到了，刚刚闻到，果然是有人在这边。哼，没想到这一把感觉人机没有那么多、哦，全部都是真人来的，前面也有敌人，看来我们被包围了，不可以逃避了，死守面对恐惧了，各位。嗯，一打四，很大可能会空感掉大分，我们应该避免战斗吗？就因为敌方有4名敌人。其实我如果想上无敌战神，我完全可以靠狗分狗上去的。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，那么一切还有意义吗？这些年来我努力的苦练我的技术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第一次玩这个手游玩到整个 OKU 这样，杀一个人机罢了还放一个 Shuriken， 很像很够力这样。到现在我学会了三指歪头杀、趴下来反杀，这一路走来你知道多么的辛苦吗？路都走到这了，难道我们还要放弃操作的机会吗？那么我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选手？你还记得吗？你每天半夜玩这个手游玩到空感掉大分，每天被老六六，每天被那个 WiFi 折磨，还要被那些路人否定贬低。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。肖恩，你是可以的，你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，最坚强的男人。一个人面对4名敌人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又如何？以多欺少，那么又如何？你们这些低贱的人类，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在碾压我吗？殊不知这个阳光是照射在我身上的，我苦练了这么久我的技术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就是为了吊打你们这4个小番薯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老师问我长大后要成为谁谁谁谁谁，哼，可笑自己，为什么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别人，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吗？成为那个传说中的男人。请叫我职业选手肖恩奥利强，以黑化。唉，这一波我觉得装到很 OK 啊，我很满意。这四个很像睡不醒这样傻趴傻趴的，整个人好像也对啦，毕竟现在是凌晨5点多。啊，叫你睡觉不睡觉啦，打 game 啦，现在跟人家睡不着了嘞，掉大分。哎呦，是真的香哦，这个本哦。平常呢，我不管是遇到人机还是真人，我都会下意识的趴下来反杀，这些都是刻在头脑里面的潜意识条件反射。你想要练到我这种程度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操，你也会啊？谁教你的？没想到这些人机已经学会了我这个趴下来反杀战术，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看来我们的 AI 要开始反人类了。没想到世界末日这么快就降临了。OK 啦，我已经。
全部爆了。趁那些犯虽然没有睡醒，我们赶紧去寻找他们。这一把我感觉我可以24以上吃鸡，这么看来我下次应该要早睡早起，然后半夜五点爬起来打 game， 专门打那些还没有睡醒的人呢、啊。哎，空头杂脸，哇，阿妈你真的是波比波比哦，狗杂狗杂 ，give me 狗杂，哎呦 ，bitch gun， 干嘛进来 ？Holy Jesus Christ， 这是天堂吗？既然元勋遇到两个空头。而且还是传说中的 AMR， 这一把我要是没有吃到鸡，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的阿妈了哦。哎，脚步声，出来吧！面对恐惧，我们竟然没有开枪，应该是人机来的。我们靠边停一下。哎呦 ，brother， 人机，你不会这样过马路的嘞？你这样是想要怎样征服？哎，我怎么？极限歪头闪避子弹，哼，臭小子想偷袭我，我看你是睡不醒哦。哎，我好像真的忘记我另外三个队友了哦。哎，看来他们三个也是睡不醒啊。明知道我是高手还不跟着我，根本就是在被送粉。OK， 敌人就在我的头上，好像只有一名而已。别慌，仔细观察局面 ，All is under my control。哎，你想要什么？喂，哇，古古不会飞战斗，竟然抄袭我？哼，你殊不知我就是那个古古不会飞的创始人。喂，还有敌人，往远方的小狗迅速趴下，哼，想杀我这是不可能。后你先，队友他先的，他先的。后你先，队友他先的，他先的。啊，什么人哦？